这是你搞的，你把手机啊归给我，我来听。正义，你是不是受伤啊？啊，你现在人在哪？我去找你。妈，你这样乱，你要给已经念不掉。人家你已经要对我就无意思啊！你是安怎要安尼对付伊？正义，我妈，你若是气我，你敢出招？啊，若是气我无听你的话，你就应该针对我。是安怎？你要去欺负一个这么认真打拼，敢若想要替阿妈完成心愿的人？正义，虽然我家店面袂掉，也毋过客户搁伫个啊。伊若是想要开，伊会当继续开。无可能啦！潘南青跟潘威廉绝对无可能让家店继续开店啊！拄只潘威廉带人去破坏家店的店。家己辛辛苦苦下的道理拢倒掉，佮家己阿妈的相片在面涂改，你凭什么安尼侮辱人啊？你家妈，我上伤心的是，今日伊安尼做，拢是因为你啦。妈，你是共犯。正义，你人即马伫倒？你即摆真正做了伤超过啊！都因为我答应的人，你们就这样认同，你都要给他毁掉。你看你做的好代志，后生查某囝感情你都要管，管到跟白痴你个讲话，做甚个大汉啊？我唔爱听正义的，安尼考过。哎呦，哎，哦，哎，你弟弟我要创啥啦？你欢喜哦，因为你一时的冲动，把店面变成潘大庆，这么感慨，才这样凄惨啊。刘家烈敢有得罪你？伊敢有甲你讲，伊要追求正义？正义敢是因为想要甲伊做伙，因为你的反对，才离家出走的？正义是因为伊，才甲我冤家嘞？不是因为伊，是因为你。正义因为你啊，无想要我受到你的控制，才离开厝的。你拄仔在电话里底嘛听到正义啊，靠我这么伤心，一直责备伊家己。你嘛看到刘家烈去有潘伟的欺负了，规人拢失去信心嘛？安怎？这敢是你要得的结果？你就知影两个少年人失去活落去勇气，才有满意心。哎，敢有遐严重？我刚才是卖掉一间店面尔，我哪会知影代志会变安尼啊？今日若不是刘家烈甲咱做了店面，你敢会这么着急把卖掉？你根本去有潘德庆利用，你阁唔知影？伊就是利用你对正义袂放心，让正义夹在中间为难。伊阁利用正义的手去打击刘家烈。你甲想看卖，正义若知影这个结果，伊敢会怨恨你？敢会责备伊家己？是安怎？我为这个家所做一切，你无一个人感谢我。我干那希望你莫受到伤害，莫被人骗。我干那想要甲上好的人给这个家。你感觉上好的什么？上好物件不一定适合正义。正义自细汉想要学啥，读什么学校都是我安排的，你嘛表现得足好个啊！迄是因为正义啊，大心捌代志，尽量做好你满意，莫让你失望尔。啊，不过这届，你真正予伊对你死心啊！正义会了解，我安尼做都是因为我爱伊。你这款爱，予伊承受真大压力佮伤害。